圈中有着很多的模范夫妻，可是出事的也是不少。但有一对目前从来没有传出过不和，但最近也是有了点状况，那就是在谢娜生下双胞胎之后，张杰完全被迷住了，因此被大家调侃谢娜要失宠了。哈哈，生完宝宝后的谢娜一直在休假中，可能以后的日子里她也会把时间着重放在抚养孩子上面了吧，毕竟两个孩子呢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陪伴。如今两个宝宝也是过完100天了，可以看得出非常的可爱，大大的眼睛，胖乎乎的，难怪把张杰迷的都顾不上谢娜了。不知道谢娜会不会吃醋啊，哈哈。谢娜生完孩子后回归快乐大本营的那天正好安排在了他的生日，不得不说湖南卫视最会打的就是感情牌了，总整这些煽情的桥段，但大家好像还挺受用的。而在最近的采访中，谢娜也是哈哈大笑着说，他家杰哥眼里只有两个小可爱了，他都失宠了。虽然话说自己失宠了，但可以看得出他那满满的幸福，这种幸福之感很有感染力。